平時緊戴住口罩，就好容易造成毛孔阻塞同埋油脂分泌猖狂嘅情形。當啲老廢角質層油脂過度堆積，毛孔就會越撐越大。唔想毛孔變得更加粗大同埋冇彈性，咁就由日常開始護理啦。適當嘅護理仲可以令到皮膚唔會生粉刺同埋暗瘡，皮膚都會更加有光澤感噶。可妹最近好中意用嘅 Hey Nature 魚腥草系列，最近就新推出咗呢一支魚腥草嬰兔面膜。佢入面有 40% 嘅魚腥草萃取物之餘，仲可以有效抗菌排毒。等我今日即刻就實測一下，係咪真係可以踢走痘痘肌先？將啲魚腥草嬰兔面膜用咗最新 100% 環保乳管容器，嬰兔質感就好似魚腥一樣咁柔滑，裡面仲有 100% 天然抗菌草本配方，成分溫和親膚。大家都知道魚腥草有好好嘅修護功效啦，可以有助浸植物咁受損嘅肌膚同埋解決暗瘡嘅困擾嘅。再加埋法國天然嬰兔嘅成分咧，可以更加深層咁樣清潔我哋嘅肌膚，控油之餘仲做埋保濕，又達到呢個肌膚嘅水油平衡。我覺得好驚喜嘅係咧，雖然佢係泥 mask 啦，但敷上去咧，你唔覺得好繃緊，之餘你仲會覺得佢好水潤啦，同埋佢真係好容易洗得。敷完之後真係覺得皮膚都光滑咗啊！唔怪之咁多韓妹都推介啦。